玩这款游戏，它蛮洞窟 Alpha。那这 Alpha 到底是一代吗？还是新系列？我就不太确定了。开始冒险吧，来看一下里面。首充礼包，这我应该买不起吧？野象铺商人，观察一把拿走，接受。到下一层，白色、红色是物理伤害啊，紫色是那个魔法伤害，这还可以逃跑我血量好多哦，我还有800多的血。获取装备了，看起来像老游戏了哦。那些配置啊什么的，都跟近年来的配置不太一样了。这附魔材料。金色神像啊！这造墙，再来下一层，人物属性点，是技能。站到一个一个打，回血。这地方盖起来了。其实它这个一代我也没玩过，这玩起来是比较陌生的。因为我玩过一代的话，你再看一下。这差别吧，一二代，我都没有印象。没东西啊，到下一层好了。拿到很多东西耶。逃脱卷轴，剩下是材料。
拿到后腿了。朝拜。主要就是地下探宝而已啦。嗯。啊，本次影片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。